第一步打开电源开关，然后打开蒸汽机开关，连着压缩空气。第二一步，取出氧传感器。进来，进来。第三步，你倒是快一点呐！你懂啊？第三步，连接吸尘器，然后打开。然后检查氧传感器入口是否有吸力。过来。第五步，打开加液口。加液口。打开加液口，加液。加热完后接入清洗管到氧传感器入口。清洗管在这。下面这一根是清洗管。将清洗管插入氧传感器入口。拍得清吗？可以拍清啊。拍清就是这样啊。你先对焦好吗？我知道，对焦嘛。然后按直洗三元键进行清洗与还原。现在正在清洗。